阿品啊，咁今日咧，其实我就要出去玩啦，终于要去旅行啦。阿品好耐冇去旅行啦。我系好唔中意搭飞机嘅，唉，冇计啦，仲未到达目的地。我要搭 A11 嘅，40蚊嗰阵，丧心病狂。第一晚喺香港住嘅咧。3日5晚，他啦，就喺呢一度啦。有冇觉得好阔呢？4晚总共咧就系1670嘅。咁佢哋有按金啦。嚟到香港咧，唔食香港嘅鸡蛋仔咧，根本上你就等于冇嚟过香港一样，你知唔知啊？排队买 iPad 会唔会好笨咧？佢哋係10點開門啦，咁我已經係早1個鐘咋，應該係要買 iPad 嘅 iPad Pro 係啊。包装就七年线喺度啦，头尾都系丝线嚟嘅。啊，好嘢！各位观众，我买到我的真爱啦！哎呀，好感动啊 ，B B。位于东九龙嘅朋友仔可以考虑直通巴士，另外仲有好多口岸金北。旧嘅普京系咪好可爱？我想再。2005年嘅时候被列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。因为当地人叫大三巴嘛，小三巴系另外一边嘛。系噶，有小三巴噶。系啊，咁呢个大啲咪大三巴啦。9世纪为鸭蛇抗瘟疫而建。都有哪吒庙啦，咁呢一个其实原来呢一埲墙咧系以前嘅旧嘅城墙嚟嘅，咁呢度系大三巴嘅牌坊啦。之后嗰个咧就系新葡京啦。每年举办关前关后兰鬼楼嘉年华活动啦。主要是以傳統藝術、懷舊文化。好大個木糠蛋糕啊！你見到一間天主教堂，建立於19世紀末。